生，也不是用那个函数产生，而是希望用 VBA 产生。那 VBA 呢，最好是这上面自己加上去啊，1到9 ，OK。然后你如果按下一个按钮，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99乘法表自动输出哦。OK， 那输出的话，那这地方的话呢，要怎么样刚刚好输出？它的位置啊，会是在你指定的位置上面，而且它的那个就是数字也会刚好是你要的。那其实这边有一个概念啊，其实跟那个 current 跟 row 还蛮像的，因为 current 的话呢，在 VBA 里面呢，我们给它一个变数叫 J， 那 row 的话呢，给它一个变数叫 I 啦，有没有？就是蓝的话我用 J 来代替 ，row 的话呢用 I 来代替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天要撰写成 VBA 的话，第一个当然你可以想，可想的就是，我如果要输出的话，先决定它输出的范围。那范围在哪里？范围在第二列到第十列。OK， 假设蓝的话呢是第二蓝到第十蓝，所以一样嘛，外面是 for i 等于2到 10，for j 等于2到 10，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？分别输出这些东西。那输出的方式的话呢，当然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抓什么储存格的位置要输出。输出的话呢，我前面也讲过了，就是 sales i 逗点 j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因为我们的 i 从2开始，可是这边是从什么？跟大家应该是先上面这个，先 j 前面是先 j 先列先蓝再列，然后最后是相乘的结果。那特别注意，因为我们这边从1开始，可是蓝跟列刚好从2开始，所以怎么样？先把它减一。有没有来处理？最后其实结果，所以程式大概写完其实就5行而已啦。我们来看一下程式撰写，基本上一样，第一个先插入什么一个模组，再一个程序啦，像前面都一样 ，for i 有没有2到 10，for j 2到 10， 就是你要输出的范围啦，反正你就先把它画出来嘛，对哈。再来的话呢，前面一定是放什么 sales i j 啦，所以以后你就很直觉的套范本就好了，反正 sales ij 放什么，那记得就是因为要把 j 就是蓝就是 column 减一，因为我从2开始，再乘上 i 减一，等于什么呢？最后他们相乘的结果。那后面你会发现有刮胡啦，其实如果你怕错了应该比较正确的应该是什么？就干脆全部都加刮胡算了，不然的话你。不过因为这里没有加，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没有计算。如果没有计算的话，没有加没关系。可是这里后面有计算，先乘除后加减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刮胡的话，它会先把怎么这两个相乘，再去做后续的减的动作，会发生错误。OK， 好，那做完之后的话，理论上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出的话呢，那就会有那个这个地方的结果出来。清除的话很简单。清除有两种写法了，你前面好像讲过，你可以一格一格慢慢清除，有没有像这个？或者是另外一种写法，这个是把上面的那个程式复制贴过来，把后面的改成空字串，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，我前面好像讲过你可以用 range 有没有 ？range 的话呢，那会当然会更简洁了那 range 的写法的话，就是刮胡，拿一个储存格。你可以看从哪个 B2， 所以呢，你从 B2 的储存格到哪一个储存格呢？到DJ J10， 所以你就是 J10 的储存格。记得要双引号结束，点什么呢 ？Clear contents 这个Clear 是连格式都清掉，不对 ，Clear contents 这样子 OK。那这种写法速度一定是比较快。OK 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就这主要这个跟这个好，但是后面的部分是衍生出来。如果你希望3能够整除，加颜色，或者是另外一个对角线，所有的对角先清除这个是3清除，这个是对角线，那对角线其实是两个啦，一个是这一边，一个是这一边，那你要做什么呢？逻辑判断。如果这个跟这个有什么特殊规则吗？上面跟这边是不是相等的
那就会，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，帮我填颜色，什么颜色呢？是的颜色是红色，底色是黄，哎，应该有学过了哈、哦，我想这个东西常用到哈、哦，哎，怎么撰写？那如果要做那个格式哈、哦，就是其实有两种方法，好像前面也讲过，一个是用什么设定格式化条件。 有没有从这边新增规则？一个是用 VBA， 两个都可以达到了。不过哪一种比较好呢？哎，好像前面也都有讲过，在那个年历那一题里面好像有提到哈、哦。那怎么做？所以哦，哪一种方法好？反正你做得出来最好了，做不出来都不太好。所以第一个，如果请你想想看，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，Ctrl 键按住啊哈。 把它再复制一个，请你改成这样子。哎，那用什么设定格式化条件？这里的话哈、哦，可能要用什么使用公式来决定哦。你必须要给它一个公式，哦。不过看起来这个也不是太简单啊、哦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刚刚讲的，如果它这个这一列哈、哦、能够被删整除的话，就帮我怎么样？ 换个颜色，底色或颜色啦，哈、哦、，OK， 这个是第一个，通通都是设定格式化条件。第二个哈、哦，才是用 VBA， 两个都可以做到啦。啊，哪一个好？好、哦，其实就看你习惯啦，反正做得出来最好。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哈、哦。刚刚的部分哈、哦，主要就是99乘法表输出啊、哦。那在云端上也有啦，我有帮各位把那个程式哦。 都放在云端上啊、哦，所以云端上面这边应该都有啊。哦